1996-5232，1996-5232，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1300年前，奈良建都之初就开启了春日大社悠久的历史。距今1300年前，奈良建都之初，为了助导日本境内平安，春日大社引起了守护神灵来到奈良，自此正式开启了春日大社悠长的历史。千年来物换星移，政权更替，春日大社内由朱红柱子和雪白墙壁所建构的回廊和天然扁柏制成的屋顶都保留了旧时的样貌，静静停泊在泛着静美微光的黯然时光中。神社前